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啊？什么？你们哪来的钱买房啊？爸，爸，你说清楚。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娶的。哎呀，你别难为爸了。爸。 又卖了一间房，明月，哎，明月，你可不能回家闹去啊！明月，你听我说，妈，你们为什么又卖房？为什么又不经过我同意？ 大人的事儿，干嘛要经过你同意啊？妈，我问你，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？你还把我当苏家人吗？你眼里还有这个家？你不是宁肯寒暑假住宿舍，也不愿回来住吗？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？没人要赶你。那我住哪儿？你要是愿意，就跟我们住，不愿意，你就在这儿搭个床。 我是不是苏家人？你想说什么？大哥出国，家里没钱，你宁可卖房子也要支持；苏明晨结婚，你卖房子也要满足。你为了这两个儿子，宁可砸锅卖铁，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。那我呢？你们为我呢？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，家里就不肯出钱？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？苏明月。 你是个女孩，你怎么能跟你两个哥哥比呢？我们只负责你养你到18岁，你以后还要嫁人，到老了，我们也不需要你养。你嫌弃我是个女孩，你为什么要生我？你这不配当我妈！你想说什么？你生我又不想养我，你生我干什么？拿这个你当出去比吗？ 我就要说，我偏要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。打我记事起，你就从没待见过我。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，早上吃早餐，我俩哥总是火腿夹鸡蛋，我就是一碗泡饭。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，我就是一杯白开水。更可恶的是，我还要洗碗、擦桌子、扫地，但赶到学校就是迟到，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。你供他俩上学读书，买房，我呢？ 我中考的时候，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。明月，别跟你妈这样说话。我不跟她说，跟你说，跟你说有用吗？不是你别冲我来呀！爸，你别揍我，没说完呢。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怎么保护我？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，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，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。住嘴！你让她说。更可笑的是。 从小我妈只要打我，你就往厕所跑；只要骂我，你就看报纸。你还像个父亲吗？明月，你不说话不行。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还嫌咱这个家不够乱？你要是能像个男人，堂堂正正的当个一家之主，好好管管你老婆这个家，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瞧瞧，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，是不是？我们给你吃，给你喝，养你这么大，我们有罪了，是不是？ 你要是有能耐，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嘛！行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，那我现在就离开，和你们一刀两断。好，你现在就走，马上就走，永远都别回来。不会回来。